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陈莹，很高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刘晓光老师来为我们讲解第2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决赛三番胜负的第二局，是由周瑞阳九段对阵党一飞九段。刘老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给大家来介绍这盘棋。这盘棋是第二局。第一局是党一飞1-0领先。是。今天呢是在韩国，然后下第二局，他们是3局2胜的那个制三番棋。那么今天如果打成1-1，那么还有第三局。是吧？是的。如果是2-0，那就是今天就党一飞就拿到冠军了。对，这也是党一飞呢第二次进入世界大赛的决赛。第一次呢是在2012年的 BC 卡杯上，他是输给了韩国的白洪熙，屈居了亚军。不过呢，他这个也是凭借着，就是这次又进入了决赛嘛。说咱们中国好像有这个围棋规则里边是不是有这个规定，就是连续得2个世界亚军呢，他就可以晋升为9段。党一飞呢，这个决赛虽然还没有下，但是呢，他已经能保证2个亚军在手，所以呢，他在比赛之前呢，中国棋院就已经公布了党一飞已经升为9段，但是其实他赛前表示，他更希望呢是能以冠军的身份来升到9段。不知道他这次能不能如愿呢？一会儿呢，咱们就看这个决赛的第二局。周瑞阳呢，他是第4次进入世界大赛的决赛，得了1冠2亚。所以呢，这盘棋呢，我觉得对于周瑞阳来讲呢，他也是杯水一战的一局，而且他能不能走出一冠群呢？其实也想就对自己呢，这个2017年啊，这个世界大赛应该也是寄予了一些期望。所以呢，咱们就在看棋之前啊，我想提醒大家呢，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第一时间呢，在我们天元围棋的公众号上留言，咱们也会请刘晓光老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解答。好，欢迎大家来提问题，尤其是技术上的问题。非常欢迎。各方面问题都可以提啊。好。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呢，就是现在参与我们微信手机摇一摇呢，可以获赠陈维联的20张的门票。现在呢，已经有7位棋友，获得了这个门票。我们先来恭喜一下以下的。陈维联是这个月的25、26号在上海，有个嘉年华的活动，对，所以是这次呢，那个有这个门票的获取，是这个吧？对，是。所以那面这次活动搞得很大。那个真的通过天元围棋频道能够抽奖获取能够入场，是这样吗？是啊，所以这个机会相当的难得。现在咱们先恭喜一下以下的7位棋友。是 LQ 爱吃草莓、胡铁中、旁观者清、沈毅、赵红星、对薇薇安。咱们恭喜以上7位获得陈维联入场券的7位棋友，可以现场的来观摩一下咱们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比赛的一个形式。可以看到很多高手啊，对，一些大腕儿，是不是刘老也在啊？是，我也会过去。那么我们是不是来看这盘棋了？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对，好，我们来看这盘棋了。好，周瑞阳执黑对阵党一飞。对，周瑞阳执黑，党一飞白棋。这个棋啊，我们慢慢的说来啊。这个黑棋是周瑞阳下的，这个都是说没有什么手脚大飞手脚。这个周瑞阳啊，他下的这个棋我们再看几步就知道了啊。你看这个下在这儿，对，然后党一飞是这么下的。对，黑棋挂。周瑞阳呢，他下的这个棋呢，有点模仿那个 AlphaGo。是。比如说这个棋，他走的这个。这个这时候该。该白棋，白棋是这，白棋是尖的这个。对，然后黑棋反夹。黑棋先挂的这个。啊，对，先挂了再用。这个以前都是这个都是经常有的，对不对？小飞最近是通过那个 AlphaGo 啊，这个Master 啊，他这个第二代的，他这都是这个，他现在不愿意看到这样，
所以呢，或者这个碰，不是，他觉得那样效率比较慢，所以高的这个出现的很多。现在你看，在以后的棋谱啊，像这个呢，都可能高频率的会出现，大家会关注一下。现在这个布局，这个布局，因为我之前就前一段我研究了这个 AlphaGo 的这个棋局，您的心得是什么？跟我们这个跳就是啊，这个跳，这个跳。以前咱们都是拆过来的。哎，对对对，这个跳呢，大家如果看看那个棋谱，就是 AlphaGo 和聂卫平啊、聂老啊下的棋是这个局部是一模一样。跳出来。哎，对对对，这个周瑞阳模仿的非常像，就是黑棋的，到现在为止这个形状是一样的。但是这面不同，这面那个时候是它是大飞手脚的，这面稍有不同，是稍有不同，在这个形状是跟那个 AlphaGo 的。那个执黑对聂卫平的那个棋是一样的，这个局部模仿，哎，因为他强，因为这个习惯都是谁强都要模仿，对，哎，这个都是这个周瑞阳呢，尤其是这样，他比较喜欢这个模仿他的，是，因此他得名阿尔法羊，阿尔法羊有这说法哈，有这个说法，哎，所以他的确这个棋我看的是，他有点痴迷于模仿。但是这个挡一飞啊，挡一飞，第一局他赢得挺痛快的，我看。第一局就是他把那个周瑞阳，这前面是第二局嘛，他第一局赢了周瑞阳。哦，但是我看网上有好多棋友的评论，好像也有说是挡一飞是逆转。逆转哦。一直都觉得周瑞阳还挺好的，但是后来中间好像不太冷静。那的第一局我们翻过不说，是这一盘。主要是我们来解说这一盘啊，挡一飞是四川人。对不对？对，哎，他现在效力于这个四川队的。对对对对对对，哎，他现在走的什么呢？他走的这个加工那一盘呢？聂老师那一盘，他们不是那样，哎，那个他是走的这个，聂老师走这个，后来这个一压，你又记得吗？什么？后来这又一跳，这冲过的一个，后来又扳了长了，哎呀，后来冲断那个就效率，我认为那个时候白棋并不是多好。但是这个棋呢，它走在这里呢，进攻呢，如果你不走这面，你不走脚，说明我这招棋也可以，因为这招就它省了。他实战，我们看实战，他走的这个啊。实战他是先镇的。对，镇住是。哎，对对对。进攻白棋这个子嘛。那他这个还是比较好。反推的方式。嗯。我走这个，你跟着我走，那说明我这个是主战场，这个就可以缓一缓，不用背那个棋谱了。因为我们看这个尖冲是个好点。尖冲。这个又说的 AlphaGo， 他这个尖冲特别多。你无忧角手大飞手他也尖冲，所以他这个尖冲是他的招下的很多，这个尖冲是他的常用手段。但是在这个棋形好像确实这个尖冲的出头这个方式好像咱们很多棋友都这么下，这个时候就觉得如果是单跳的话有点太笨拙了，这个还可以借力，如果您贴我就跳出来。对，实战就是贴一个跳一个是吧？对，下的这个现在这个下的形状感觉不错啊，尖冲跳一个，好像黑棋有点拿不住白棋，你觉得是这样哈？就这三个子很清灵，现在怎么好像也攻不着人家，人家头都出来了。现在尖冲它是靠的，是吧？它是夹的。这儿交换了一个，这儿交换了一个，靠了，先靠的再夹的，是不是？对。我一般这个棋啊，我研究他那个棋啊，都是喜欢尖冲，包括这个棋他也是喜欢尖冲的。那你能不能先尖冲呢？这个时候先尖冲，人家会不会不理了呢？哎，这样那就是又是一盘棋了，就是说他再震过来。哦，这么厉害吗？这样，你喜欢哪个？您觉得哪个好？我觉得哪个好？这是一盘棋。这是两分吗？两分，我觉得就看谁下了这个棋。
我看这个他都跑到底下去了，这你要遇到他下阿布够下，你下哪个都你都下不过，我看你下哪个也下不行，你靠我一个。我看这个黑棋的联络不是不太好，啊，这边我看黑棋好像都挺薄的，是挺薄的，对，他可能把这个吃掉吧，也许这样吃你就搬过来吧，是吧？把这搬一下。这样，那我就想连扳，然后这样打上来，不知道你想怎么样？想这样打吃。打吃被我提了。这个还要打我？这个能打吗？这个粘上这吃到了吗？这个黑棋它跑出来即可了。跑出来。就是这个。你想吃黑棋恐怕也不容易，嗯。被他抓了，嗯，我们这个就现在讲他的棋，我们俩之后要想对战的话，可以在棋盘上下一下也没问题。啊，现在，对，我们看他实战吧，好吧？他是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尖冲一个再来阵的话，是 AlphaGo 比较喜欢的。哦，哎，您其实就想在这便宜一下。哎，对对对对，你像比如说这一类的走一个。这种是他的思路，这种是他的思路。嗯，阿法狗喜欢这一类的，他就是这种，他是先去尖冲一个不走，对，我是说表述他的思想，但是你就给我摆那个。我主要怕他这个是后手，人家不硬怎么办？对，这个棋力也很强。现在呢，你看大家看啊，他是跳的，然后呢你。再走他就有点害怕了，怕他冲断和分段，他就压的这个。这个压呢，就是头，他白棋头在前面。好，这个就不说太多的表述。但是像这家，他这个尖是个好棋，尖一个。嗯。尖一个呢，不动声色的这样，这个不错。如果你这个就太难受了，这个不好，这被人家搬了，并不好，是吧？这个棋尖好像。对，这个尖是个非常好。你冲呢，他其实就是让着也没关系，尝一个尝过来，你这两个也都是吃，这两个也都没啥意义。对，比较鸡肋。这都没啥意义，这两个小，没啥，你这个有可能都是损的。他煎一个很好啊，好，这都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了吧？立一个，然后白棋贴。对。又不能不走啊，这个地方冲也不是，吃好像也不得，干脆立一个还是个形状，白棋贴。对，我觉得这个这样的话，白的效率来说，对于这几个同样这个子，就是说黑棋这个板凳双夹着一个子啊，并不高，反正是效率，是吧？而且我觉得黑棋有点委屈，黑棋这棋黑棋是走二路上去了。对白棋好像并没有任何的压力。你的意思是往前，是吧？能不能往前？我是觉得二路是他这个布阵呢。如果你比如说，如果你像比如说尖冲在这儿，长在这儿，那你就舒服了。如果能走成这样的形状，现在在这儿呢，你再压的或者被人家扳住了，就总是头慢。所以那个尖冲它是有它道理，也有它道理。这个。之后可能会流行，所以这个 AlphaGo 它真的是研究，我估计以后研究它的棋也会成为一个很时尚的事情。对，它好像也是不是在布局上面带给我们很多一些新的思路？布局它主要是，我觉得它主要是中盘的转换，中盘的定型可能更加对我们有益。布局呢，因为太空旷，可能我们理解的还不够那个什么，跟我们差的，大家都在走中国流，他也在走这种小目布局，你说差别不是很大，但是中间的那个转换，它的很厉害，它的定型准确，因为那计算机呢还是准确，我们来这个看他的实战啊，我估计飞一个，对，飞这个。还记得当时这个黑棋贴，那白棋在这儿，弄走了好几个，那是聂大帅走的。但是这个棋被他飞了，他就没那个贴了。本来是他走在这样的形状，黑棋的形状很好，结果他挡一飞，我也是很聪明啊，他把总结了经验了，他在这飞一个好棋，
飞一个好棋，啊，他总结经验，他反推，啊，反理论是反推，黑棋尖一个好心，尖一个好心，对，哎，这让白棋难受。你如果贴那个，他会长，哎，对，他会长在这里，他会希望走成这样，这个地方仍然有冲断，嗯，哎，你要压呢，他长，他这是白棋的形状不太好，黑棋就尖一个。挺好，这个挡一飞啊，他是够忍耐的，他就在这苟一个啊，这个是稍微有点难受，被他稍微我觉得有点难过的。然后黑棋冲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周瑞阳，你说他什么什么阿法够阳什么？阿法羊，对，大家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哦，这个我不对，这个称号不对，这个不对，不是他下这个棋，我觉得不对。哦、这个冲这手不好，哎，不好吧，太俗了。哦，对，太俗了。冲完了这个，这又长不着。我估计他，你要说这个阿法狗可能要知道的话，他可能会生气。你看这个棋冲，我自己理解这么冲完。走这个，这棋本形是在这里，并一个，哎、本形是这里。对，一会儿我再长它。不，下一步黑棋长、啊，难受，对吧？对啊，不走，那你搬我搬。我搬它还是难受。哎，你这个是个软儿，哎，你走着我能打，你这个一冲，你看看，哎，这不对了，被人家这一虎头一会儿。对。除非这能长着，现在肯定不可能。如果你长，我会飞下来。对啊，现在这个下飞下来你。你不好办，嗯，飞下来怎么办？是断吗？这个自己都有问题，哪敢进攻人？飞下来你靠断也不行，断我就尖在这里也可以，脚上也是呢。你这个跨断我能争掉，嗯嗯，这跨断是没啥意思。你就这样你太勉强了吧？断我侯出来给我作战，这个都不可取，不可取。所以这是他很难过的地方，哎。长来不及而走在这里被白棋一虎，那这个形状你这个棋就不对了，这个形状太难看了，总是在这里帮人家忙了，在这里你下一步有长，不明白我这个周瑞阳，我不明白这个棋被他走，关键走完这个之后啊，你要给我个理由，就说刺一个，对，刺了之后被白棋虎了，你要说我现在干脆不理了，补一个，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也是一个说法。这儿有个飞啊，哎，这也能一说。嗯，但是他还跟着走，跟着走。那你他明明他硬了，你再跟着走，那你现在这个就变成恶手了，特别明显的恶手。那你就是典型的，就现在就把之前你那个冲啊的就已经否认了。这个冲确实，这几招我看下就觉得这个周瑞阳这个可能不是他最佳状态，我这么理解。嗯，哎，你这么就贴着这么在这个地方走，形状上这个白棋走得差，和之前你那个真正你说阿巴够那个棋尖了被这个最后冲断那个棋，跟聂老那个，嗯，那个形状那个好得多那个。是，现在白棋很好啊。对，这个黑棋有点难受。我甚至觉得这个时候白棋就给他冲断，直接冲断。哦，直接。他把黑棋怎么应？我现在都不知道他该怎么应。真是我不理解，他如何应呢？哎，如果长，对，这长是最狠的啊。我这个走这个，对，我断，我只能这样，对，我再爬，干脆就算了，您觉得怎么样？对，你的补回来，对，补一个吧。对，反正就这两个补一个，对，补一个，我这个再尝一个，这个时候再尝。那估计还是实战怎么走？哎，该走那个脚上啊。你走这个的时候，我还可以爬一个。嗯，还可以爬。这个棋是这样的，那这样弃子，对，这个弃子，而且你是后手，这个是被，你看这样走，他是后手吃三个，就算你不后手，我在这儿补一个也可，这样的话白棋的形状好得多。嗯，那你说刚才有一个另外一个图，那就是黑棋更不好，哪个图？陈莹。这个图是不是啊？
那这一段是不是会不会吃大头鬼、啊、这不是是不是就一定是大头鬼这我就把这个图给摆出来、啊、就是这个图不能黑气不能走哎。黑气就三气不是这样哎。我这打了扑了不打不用打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啊、这就把它给吃了 这也把它吃了对这样是白气煞黑嗯啊差一气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那个什么大头鬼的形状嗯哎你总不能一路爬回来吧这个气就是要像这样黑气就更惨了是吧哎那么我们看看啊来继续把这个参考图是黑气不行的黑气不行的我所以说对黑气这个硬走的这个就冲断立即冲断我都不知道白气会走什么我觉得白棋这黑棋啊我都不知道黑棋会走什么黑棋最狠的你是这个最狠的是这个大吃他立下来、我这立下来、哦、现在挡这个哎、我这个这不是给争不是这个棋啊再打这个打这个你尝这个我不贴这个贴这个它就完了哦这夹也夹死了贴这个就已经麻烦了对这个做何想啊这你这边蒸掉了对这不黑棋就崩掉了这样、嗯、是不是崩了是这个怎么下这个就没得下了所以刚才他好像只能把这两个子反正您要如果要吃就花一手棋吃要不吃我一会儿还有你说哪个你说只有是长的这个对我觉得也只能长了、长的话那个就是、没有争议的就白棋要走成刚才那个很简明的白棋优势要简明哎、这个就便宜大了那个棋脚上留着在嘴里然后外面又是很厚这面定型成这样是最好我觉得应该冲断要是我是会冲断的现在他不走他是长当然也不错长一个白棋黑棋跳对对我就觉得对于你这个形状来说白棋即使如此也是好像还可以嗯从效率上说啊嗯现在呢白棋打吃我觉得有必要吗打吃黑棋粘上粘是肯定他不可能常被你挖他是肯定要粘、粘了以后再跑是吧对但是这两个交换有可能会损没有我认为没必要这个字要他干嘛你就该走走这个呗他是走了一个再走这个这个有必要吗你干脆直接走不就完了吗直接走该走走什么了那个棋有啥好走的了这贴一个你就搬一个这里面吃一颗子你给他吧就完了黑棋也不会去吃那不吃呢我更不要吃了这个吃有啥意义黑棋就让贴也不明白太难受黑棋跳对吧对我觉得这个棋就其实就应该走这个你跳的时候这俩先别吃把那个啪啪冲断这时候还是这招哎还是这招必须要这样让黑棋去定型你很难过你总不能二路爬回来吧爬回来我这边啪啪一冲断那又是一通这个冲断还是有然后上边这个哎对便宜先便宜自己说这个其实对于你这个就是冲了五里的时候最好的反击他没有走好他是先看实战啊对他打吃把这个先打吃然后黑棋一粘然后再走这个呢薄了一点黑棋跳出来这个跳出来也是没得说肯定是要跳关键跳完之后啊他还去他不是他现在是走的什么他补了一个拐了拐的这个棋还是他惧怕这一类的对啊这虽然没有说刚才啊先冲这个效率高但是呢他这个你马上你的这个薄位啊都在里面了那这两个不要交换呢干嘛交换呢是很薄这个棋你不管走在什么地方就我看最这个点是不是他就已经很难过或者你就在这儿也可以对这白棋总感觉到但是这个地方人家这边三个子嘛总感觉到他这个对这个要连他是拐的拐的以后搬是什么情况啊或者搬我怎么觉得这个是不是联络好一点呢只要你没冲断即可你冲断你是个软是不是可以跳一个考虑啊跳一个他是拐的
当然这个是意思差不多了，都要防一手。对，再防一手呢，那头就给黑棋腾出手来了。黑棋拖，哎，对你这一拖之后，他就这个是。又是 AlphaGo 的喜欢，他最喜欢 AlphaGo、啊、特别喜欢拖了连扳，连扳对、啊、他最喜欢擅长。这个呢，我觉得就总觉得这个没有出手啊，实际上给了黑棋好的缓冲的。嗯嗯，本来我觉得黑棋这个恶手，哦，他是存在着自己有一些毛病。哎，对，有毛病他没有出手。这个呢，他也担心怕黑棋飞完自身薄。来补一个，好，那面这样拖了连扳，拖了连扳，对，这个棋吃，拖了连扳，这个是特别常见的。拖了连扳之后啊，你这个再冲断意义就不一样了，真的是就差很多了，嗯，意义上差很多，它变化那就多了两个子，它的各种变化，黑棋的选择的变化就多很多，哎，变数差很多。所以再冲断就时机错过了，嗯，时机错过，黑棋有转身的了。现在他就是先这样拐，哦，这样拐，嗯，这个是常规定式，像这样大了压了，这个是最常见的。现在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也只能这么，白棋应该这么下。如果你要说我下来像这种，也这个是不是你比较常见的啊？对，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定型。他还可以把这个粘一下或之类的。这个长一个。嗯，长哪个？有没有可能长？长这个。打吃它长。哦，这样啊。这样长它这个变化就不好说了，你它可能这样吧。你多一个那个什么，对，我这可以扳住，然后四气，我这至少也有四气。不能扳，不能扳，扳是不行。哦，嗯，不能扳住，扳就断就完了，不行。哦，打了夹是吗？你可以摆出来，嗯，这一断就完了。不，这个没必要。嗯，这个变化，你走这个被他打完，这个上面不行了。这个没有被这个必要，这个白棋没有必要，大概会走成这样，我估计那个长可能不用，把这个角补了，哎，对，这个变化太这个复杂了，这个没有必要走成那样了，哎，白棋是要走粘上上面，一般是要粘上面，那是旁边有黑子的话，一般是要走，一般都粘这个的，哎，这是常规形状，再压一下是吧？现在这个冲断意义就不大了，没有了，这不一样了，完全事过境迁了。嗯嗯，再不考虑冲，刚才那个冲断是很严厉，而尤其是自己不强的时候，有可能冲断稍微一转换变厚了，你就没必要走这长，这都有可能都可能省略了。你看还要去尝一个，我这个子有啥好吃的呢？我觉得他就算给他都没有什么好吃的，走了半天去吃的，我倒觉得不如单提一个，可能都，你要既走了就干单提。花一手棋。花一手棋，这个棋就分段了，而且成为先手，我认为这个走是个先手啊，这走就，这是个先手。嗯。爬回去了，你得补一个的感觉，是吧？你大概我单要么单提一个算。你不管你要走在哪儿，我这个你要随便扔一个，我在这里走一个，你补一个，然后中间在这个就是单薄了，我而且我全局都厚了，我倒觉得单提都可以，你可能本手可能说不定还得补回来，然后直接自提一个，哎，自提算他这个地方去长了一个，对，长一个，那长我他黑棋肯定粘，这个就明显分不断，就是说你看你走这个，你哎，对，你走这个，我这一冲你也唬不断的，我这有吃的，你走这个我打一个，我这是连着的，哎，提了我粘上，你这两个叫什么交换呢？这两个太难看了，本来你可以是这种形状的，这两个就形不对，感觉形不对，对，你有这同感吗？有，我觉得这个长不太好，
哎呀，我终于被你认可一下。没有，一直很认可。认可，认可，我很高兴。这个子，嗯。然后他再跳出来。他跳出来哈、啊，这个棋，那么他还是想盯着追，可是追这个棋，我怎么觉得这个已经分不断了？陈岩，分段就有点累，也能分段，陈岩也能分段。我靠，我搬。对，我粘上是个先手吧。啊、哦，然后他肯定要吃。哎，对，然后这么分段。那其实你这个棋就不和刚才那个不如刚才形状好，嗯，不如刚才的，不如刚才那个棋的那个形状好。你这至少人家这样多一个点，是吧？对，你帮人家走，形有点饿。黑棋也没跟他硬，黑棋就脱先了。脱先了。嗯，黑棋拆了一个。这个棋的变化很多，我们都没摆透这个棋啊。嗯，这个棋我不明白为什么。您是说这边上的变化还是？变化，对对对对对。这个棋这样的，这个我就不明白挡这个棋为什么去。这个棋下完之后啊，下到这个时候，嗯，下到这个时候。或者说你要是形势觉得不是很好的话，这个棋啊可以往这个方向走走，收控啊，它那分不断的，嗯，也可以考虑这样。您刚才不是给我们介绍有一个比较急的分段的，现在分段是可以分的，分段之后这个你不是说分段就能吃着啊，不见得能吃着啊。这个棋走在这里，是不是这两边一人一边？如果您走这边，白棋就走这边。对，就是黑棋的选择，看哪边。嗯嗯，看怎么样，哪一边比较好。嗯，我就说像这个棋啊，像尤其像这样的棋呢，阿法狗经常是，你看这尖冲是它常见的。哦，这样的棋也要尖冲、啊。嗯，它特别多先冲，特别多。经常是先试你一下。你是看你走一个，有的是你走他就不走了，或者你走一个他再去走别的，一会儿就回来，在这个非常灵活的，就属于这种。以前这是那个吴清源，嗯，他特别喜欢就是尖冲，他老是要无忧角动不动就是尖冲一个，尖冲一个，然后看一眼的，哎，发现这个都是大师啊，厉害啊，都提倡高者在福。吴先生很多那个时候21世纪的那个思维啊，很多他宣讲很多，但是大家都听得懂的没几个，然后说实话好像都不敢尝试，是吧？有的是很多人觉得或者说不理解，哎，觉得你那个行吗？再一个呢，老先生都那么大岁数，觉得适合吗？会有提疑问。嗯，因为吴先生你要让他下完一盘棋然后再把你各个都赢了，他做不到，因为他身体在那里，他不可能去90岁还给你下那么那个大比赛。但是呢，他研究那个21世纪，嗯，然后呢把他那个理论呢就每次都是宣讲，就尤其那个尖冲，哎呀，我都听他复盘都好多次，他说那个尖冲，他说的那几招的确很有效，觉得很不错，但是呢运用很多人都没有那个什么。嗯，他的比如他的弟子芮乃伟，嗯，他老是想让在他身上用，可是经常下尖冲吗？芮老对经常尖冲啊，让他经常就叫他说你要尖冲这个为什么不尖冲啊？这个我问过那个芮乃伟，嗯，他说呢，不复盘的时候不摆那个尖冲，他都不好意思。哦，现在呢很奇怪，惊人的相似。嗯，这个 AlphaGo 他就运用的特别好，这个对，哎，很像是吴老的弟子。哎，对对对，我就觉得这个大师真的是是有道理的。嗯，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嗯，但是这个 AlphaGo 他用的，我觉得就是吴清源那个尖冲，就那个思维，嗯。很厉害，所以大师的东西啊，大家不明白可以，应该静下心来研究，哎，不明白可以，你在过去就教导说打谱的时候不明白，嗯，但是你要多打，
啊，然后一遍不行的实践，多下几盘，有可能就明白了，慢慢的就能体会到，就是对高手还是厉害啊，就是应该知道自己，尤其现在这个棋这么这个阿波哥60连胜之后，我就觉得咱们这个职业棋手啊，就真的是应该放下自尊，要好好学习，真的是有他天外有天，有这个说法的。啊，好，我们扯远了，再说这个棋。这个棋呢，因为内容啊，都你摆的比较快，前面的变化，这哗哗哗，这个就基本上，我觉得就定型了。现在呢，就走在这里，被白棋这一走，这个呢，基本上我看就开始往中盘一定型，就基本上就收官了。那您说前边，还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变化您要再细细的，除了刚才这个冲断咱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那就是在这边的一些因为这些都是必然的嘛，这个局部的定型，我相信很多棋友自己都下了很多遍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必然的。对对，如果您说咱们之前还有一些变化没有介绍到的话，那估计就是你没有问题。主要是我们这个棋，因为这个冲断咱们摆了好几遍，我觉得我也理解了。下的，下的就这盘棋下的就是这个变化，就很快就进入了中盘。主要是它的棋的内容，陈英是你讲的很好啊。没有啊，因为您说这摆快了没讲着，那我如果我是观众的话，我肯定想刘老您还有哪儿的变化，您还藏着没给我们介绍到，那肯定大家肯定就想知道啊。好好，那还有哪儿？行，所以我就帮大家现在这样倒一倒。现在陈英啊，你觉得现在形势你觉得谁好呢？现在形势啊，咱们要不然给大家简单的判断一下。你看我在问你，你给我让我判断啊，那好吧。那这个地方咱怎么给大家解决呢？就是如果再冲断的话，是不是就下到脚上去了？再冲断下法不一样了，比如说你现在冲断和刚才那个不一样了。比如说，因为这一判断就要点目，就这块空怎么点、啊？比如说这个冲断，他在这一打呢，你就没有那个，就和刚才他多了一路了。那他就直接冲断了。冲断可以啊，冲断完了之后，然后就直接就这样定型了呗。你刚才定型，你这爬一个，对不对？刚才爬的，他现在就长了，就直接吃了。刚才你是在这儿。对不对？对，我一爬你去要补了，对不对？现在你就这手棋就省了，你就直接就在这儿把它吃掉了，干掉了、就直接就这样。是吗？对，那所以咱们这块空给黑棋怎么数？按照哪个标准数？这个比较难了这个比较难。这个数目它一般，这个数目它要根据这个周边的还有厚薄啊，它都是有关系。好，那就直接这么数二路空吗？还是不那个？现在还得看这门定型。我觉得现在呢，白棋定型啊，它这个棋是，不能质疑的非常好的一手棋。它因为这个厚了，这个特别大，所以刚才我说要最狠的就是在这儿，两边都有点难以取舍的时候啊，会选择第三方的。都是这种，就是这样，或者是你在这一类走不好的地方不走了，对对对，两边都觉得不知道走哪儿，有点那个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都是很大，舍不得，然后呢再去选择另外一个途径，这样通过一个变化呢，两边就分出大小来了，一个大一个小，那你就找大的，几个变化出来。那么就打的就出来了。现在呢，他等于是必须选一个，我倒觉得这个也很诱人。他走在这儿，对吧？对，非常诱人的一步棋。这个棋一走，下面有这个棋，这个你陈英是知道的啊。对，这个逼住完之后就靠三三，对，靠三三是相当有利的棋，是吧？相当有利的棋，哪怕我以后从这儿走一个。也是相当有利的，或者在这里地方走一个，是不是啊？都是有利的。你这如果走这个，我这一长，或者走这个，我再往前一跳，这都大了。所以呢，这招其实很厉害。你总不能走这个，因为我太厚了，
太厚了，在这个地方我可能都往这儿捡，你的在这儿你的去忙着活这个就没意义了，这个很难活，即使活了都脚死那一塌糊涂，对，是吧？哎，所以这道棋变得大，这么深入的进去估计黑棋不敢，所以我刚才就有这种心情在这儿拆，被他一走，黑棋呢这个棋他就走的什么呢，他走的是这个吧，对，他手脚了，手脚，嗯，这个也是常规型规定动作，很多都是在这儿，规定动作。他可能是先把自己的手好，他觉得白棋的这个口，他一手棋也封不好。因为你别的没得走，你打入也没得走，你走这个他脚上还有一些问题，走别的走这个也都不是棋，所以呢，自补一个是，定式化的东西，嗯，自守一个，是，常规型。是吧，然后白棋再继续的拖，一看他这个既然他都补了，他就再继续的欺负他一下，这个棋就是你强了我才去拖，嗯，如果这个棋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棋是不能走的，对，这是帮黑棋走了，如果没有的时候您刚才告诉我们应该靠三，哎，对对对对对，现在有一个我反而是也不是退而是走这个，他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哎，这个棋你总是要走的，不能去走这个啊，走这个被这一断不好啊，这个，所以走这个被他顶一个，粘上黑棋，这个要对，粘上，嗯，你还强了他就，嗯，下面就是白棋要补这个守这个了，这个他基本上也就守到这儿了，因为守到高的地儿这也。还有缝吗？那我给你这个有点分歧了。那您这能守到哪儿？这我有分歧了。我有分歧。我觉得他，那您说，我觉得应该守哪儿呢？大胆一点。大胆走到哪儿？他实战是这个。对。我给你分析，我说这个，假如我知道这个呢，形状稍微难看一点，但是我觉得我宽一路啊。我就怕你走什么呢？围不住，在这个地方好有尖冲。尖冲就给你，这个没关系。是不是就能进来了？进来我有可能动杀心把你封进去，有这种可能性。哦，这个敢进来就还，嗯，那是先走一步，你还不敢，敢不敢往里走？这个棋呢我觉得对黑棋是有压力的，会考验你，你敢不敢尝进去，尝进去我有可能我封住你啊，是不是？这个就对他有压力，而且你破的也是有限，大一点，嗯，这个怎么走？刺我就粘，长我有可能是不是要封你啊？我怎么觉得啊？有可能要这样走你，嗯。这些冲断什么的都不怕哈？有点怕，但是也得走。这样不是这个棋你有一定的风险。而且你破的木啊有限，破的木有限，嗯，这个大概你冲断吧，我估计这样，可能是这样，嗯，你那面也有一些那个什么呢，哪怕是我是长一个你都是白棋可下，你这破两木棋我这还有可能下来呢，是不是？还有我有可能有没有别的动杀心，那都有可能，这个棋要最，比如说最那个什么啊，最普通的，你可能是靠断，靠这个呀，在靠断啊，你说靠断这个是吧？啊，是，这个也有，嗯，这个棋呢，我说白棋还有好多种选择，比如说我打吃这个，干脆就弃掉，我算服软了，那么我就补一个，哦，你这个走这个，我再贴一个，你这再尝一个。嗯，我这在哪怕我就转手封，我都比实战强，比他那实战要强，我没少围多少目，是这样吧？没少围多少目，你这个地方还有跳下去，你这个我都可以封住，再冲再挡住，这里应该有个软啊。这个棋呢就是说我就这么下，没有动杀心，都比他的实战强。那么他那个实战呢，我们看嫌他围得太小了，
对，围的小，除非你就赢很多了，嗯，或者你算准了，我这个准赢一目或者半目，算得特准，我没问题。那这个就太厉害了，太厉害，是啊，从现在就开始算赢一目。那有可能啊，那个机器人是它是这样，它人工智能它就是算那么准，它那个尤其是就在这种空旷的时候，复杂的中盘的时候。嗯，它的那个优势特别大，比它的布局大，那个优势特别大，那个就是我看了它好多谱，就是中盘它最厉害，我们要学就学中盘，其实你官子它也没什么学，官子它有时形势一好，它老往里送，它让你，能赢八目它赢两目，它就都是这样。好多谱都是这个，所以那个官子也没啥。对，据说他官子并不好。不是不好，他是赢多了，他不赢的。你的你有你要先赢他一盘，你试试。嗯。不是他不好的问题，不能这个词用的不见得对，他是故意让你，他是你是你已经形势不行了，他就没必要赢那么多。哦，赢了就行。就厉害就这个地方，就像那个中盘定型，像这个比如说。就像现在，你比如说，我说我走在这里，或者这里，或者这里，这三个地方，就可以说他这个选择就关系到这个胜负了，哎，一下子就决定了。嗯。哎，就这个地方，我现在我们就从肉眼，我认为这个可能好，要为大一点，稍微好点。这个呢？我是希望这，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普通，或者说可能是最佳。我现在从我的眼光认为是这个最佳。哎，实际上你这个呢，被它这个点是个好点，这个点啊，它往里进呢，是吧？对。而且你这个走在这里是疯了，但是被这个被它一压，你看这个地方，嗯，我们看这个还是能拐进来。不是，它就冲了就拐嘛。马上，你如果你是这样走，这个你就还能钻进来，难受。对，这能钻进来，这难受，是吧？我就是说，走完了之后，你给他造成了一个好点，这就不对。这个棋呢，你走在这儿，你现在你的选择有点难。谁想走什么？这个。唯一的最强的，如果你走别的，我这个都是我的。他围的就大了，这个大多了，是吧？这个呢，我就算让也比那个形状好的看得多，是吧？对。所以这个点我认为是好点，就我从肉眼看啊，咱们没有去别人说。比这个。这个一走，使得它是个好点。对，他还得围，还得围，你围起来，你不能这个被他跳起来，这受不了，这都薄出了线了。他走在这里，对吧？对，这个呢，地方是挡一飞，可能觉得形势不错了。嗯，你觉得呢？应该是，所以他这两手下的还挺稳健的。过于稳健，他可能有优势意识，但是呢，从形势看他不见得。这两个有点过于那个什么了，反正我是比较保守。我遇到棋啊，我算的不准，我都是。你要说好个两目三目，我还得往前拼。我觉得到时候数错目，万一干什么，我还没赢那么多。我都即使两三目，我还是闷着头往前拼，你那因为那机器人他算得准，半目都对，他一赢多他就让，最后就赢个半目，那我们做不到，我是做不到这个。像这个呢，就是自信了，但实战的确，我觉得后面给黑棋有机会，他一走这个，这面大了。现在他是走的这个吗？他是之前先走这个，对，他是逼住这个先手，因为不走被他一吃，这个也很大。是吧？那个这个挺大的棋，好棋。然后呢，黑棋它是，它现在这边并一个，对，并一个。如果靠这个会被挖一个可能哈、然后这个地方就有冲断了。不过挖一个你大概是吃在下面吧？
它就粘上去。对，粘上你现在不好补。啊、这有冲断。断点太多，是不是啊？嗯。这个可能是不好办。它 你怎么补啊？补这个这一冲，麻烦。这都扛不住啊！这个也不行，这个对这您走这儿的话，它就冲断，这个就打穿下来。对对，所以这个袜不行。所以病是一个好点啊，好，这个是个要点，病一个，它是挡住三三。定型。然后黑棋靠这个，白棋挡上。对。啊，跳一个。靠一个也好棋。如果单走这个，他怕你走这个，跳一下、啊，来跳一下这个目数。不，如果你要随意这一挡，以后这个靠就没了。嗯，靠人家给你冲下来了，所以先靠一个好棋。哎，周志良这几个招数不错，先靠完再跳。他哎，这几招应该不错的，嗯，挺大的，好棋，快步入官子了。嗯。开始进入大关子定型了，是吧？那现在双方的目数是不是都已经还没有，还没有特别，只能是大概。还不能先给大家判断一下谁好，因为刚才呢，这个党一飞不是选择了一个比较保守的、嗯、啊，这个手控的方式，那他一定呢是认为自己的形势还不错。那咱们是不是给大家判断一下？判断一下，是不是像党一飞所认为的？这个形势这么乐观，哎呀，这块棋，这样吧，你觉得这块棋有多少目？咱们数数，这因为中间还有一些毛病啊。这个怎么数法？这个白棋一般现在我们都是粗算，因为这个打拔跟白棋粘上，这个出入在一隔算，它很多的，尤其这个算官子，每个人算法不一样。哦，李昌镐啊，还有那个。他们我以前听他们说，他们也请教我怎么个算法，他们都是粗算、隔算，各种每个人的数法不一样，职业习惯不一样。哦，那这个反正咱们先粗算一下，就是知道一下现在的形势，这个黑白双方到底谁好谁坏。嗯，大概，是吧？粗算这个棋，这面十目如果都。二十目，三十目，这个地方主要还有棋，都围上有四十目，哎，只能这么说，都围上的话四十目，那咱们给他算多少目呢？啊，这35目吧，有35，好，35有的，这边6目棋肯定有了啊，对，41肯定有啊。然后这脚上，这个6目啊啊，那47，然后这肯定3目也是有的，有的，50，然后这有一个，50出头肯定是有，50多，啊、这棋总的看50多是有的，黑棋，黑棋这片比较好数，这么好数，好，你说是多少呢？这不是20，224，227。是不是有个35？35，那就是这块跟这块差不多喽。你看哪个大？粗算差不多。这能被人家便宜点，反正30。这块跟这块哪个大？你可能还喜欢白棋会多一点，白棋啊，差不多。对，啊，我觉得差不多。那就这个差不多。35，那么黑白棋这个跟这个哪个好？那肯定黑棋好吧？黑棋好。黑棋目数，那就还有这个跟这个比，黑棋好，那也是黑棋好。那这个其实，那黑棋还得贴目呢，还得贴目。我知道，所以说现在这个棋啊，未定，应该这么说，属于细棋局面，可以这么说，不明显，好坏不明显。我是这么认为，好坏不是特别的明显。对，我觉得至少白棋没好这个棋。没有很好。对。啊。这块儿。有限，这是有限。这个棋呢，有一些黑棋啊，有一些那个什么。这块20目肯定有啊。20目啊，对。它有一些那个，有一些后续的手段。后续什么手段呢？会不会有这样的棋呢？
就这一类的，它有一些薄味，是吧？有点薄味。对。这样的棋会不会有呢？从木来说，如果都是黑棋，黑棋稍微薄，刚才你说这个地方冲断，那以后还有这种靠一个呢，靠断呢？哎，这个地方虽然，那这你刚才你说这钻一钻是吧？这是走一个它的。哎，但是虚一下都是有那个。嗯，有一些先手便宜，如果这边白棋子一多了，那白棋的黑棋的联络问题又出来了。对，现在是一个比较，我估计白棋这么走啊，他白棋挡一飞，觉得是自己不错。我觉得目数上他没有撑，黑棋可能可以，但是黑棋啊有一些潜在的薄，潜在的薄。所以现在呢，白棋走了，想利用这些，如果黑棋这一块儿。真的是回家的这个路没有了，是他试一试，刚这个冲断既然没有了，冲断没有了，他会一打这个棋就跑不了了，那干脆就来这儿钻一钻，那个找一些便宜了。你这个棋呢，如果立呢，他不是还有挡下来吗？他走这个呢，然后断有十字，对，像这个棋呢是一个常见手段，常见手段。你黑棋白棋走这个呢？你黑棋看你怎么硬啊，是吧？对，你走这个他就冲过来了。你走什么？好像只能打。别的你也不敢吧？别的不能走。别的没什么，这个地方。你这个他不，这个被打下，打了冲下来了。所以他最好的是本手的打一个。吃这个啊。打一个，打一个呢，我也能冲下来。对，但白棋保留嘛。提。然后竖下来，对，他会就拐出来，对，拐出来。你说的对，太对了。目前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再冲，对，再冲出来。这个、您这块儿，对，可能也得有点。我这个你这一飞就死了，你可能要走这个。那么这个棋一爬呢，这个棋白棋自身呢，你要忙着活。你就是下去，虽然破了一点木，但是被他走成这样的话，白棋可能要麻烦了。对，白棋现在这个地方没活，不敢下，不敢下，所以他不敢随意这个。马上出击不敢，这个不敢，先暂时是不能打下去，所以呢黑棋实战就是，对，打下面打，诱你下来，你恐怕也不敢。最佳的防守。那么现在白棋哈，现在白棋，他怎么出招？啊，我们现在先啊，拖一个是吧？对，拖。别的可能也不太多了，是吧？哎，好。就是如果白棋把这个地方都处理好了，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反正他现在虽然不下，但是他有这个手段，对，有。但是看看黑棋，毕竟也能把黑棋分掉。对，先试一试，试一试。像这个都是最常见的一种下法，先拖一拖。那面有一个下来，先按兵不动，先拖。看你走什么，你是搬这个还是搬这个，先试一下。都有说法，你要搬这个它一断，对，再走这个一打吃，上边先吃，再看你是粘哪个还是提，是粘是提。陈毅你说走哪个，大概是粘，我估计粘的话这边又被人对，他在这拐，这样呢你那个有打下来，如果补那个还是提，你肯定是补那个，我估计是你补那个，他先可能在这儿钻一钻，所以黑棋并不好，对，所以呢黑棋人家拖给你吃的时候都别吃，对，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在所以呢这个时候拖试试应手，这个棋局呢到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进入后半盘了，后半盘其实他们这盘棋呢细棋后半盘是最重要的，所以后面呢就是等于是。我们就留悬念了，现在开始后面黑棋跟白棋就是斗后半盘。对，其实黑白双方就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收官阶段。收官阶段。看看白棋呢，是刚才经过我们的一个形势判断，目数上呢并好像是有并不好于黑棋，好像有点我觉得有点落后，因为咱们不是这块跟这块差不多，然后这块肯定比它这两块加起来估计差不多，那我这块贴木嘛，所以木数上黑棋还不错，但是呢黑棋唯一的有一点缺陷呢，就是它有点薄位啊，就看白棋能不能利用黑棋的这个薄位啊，把木数上再追过了，就是追过黑棋，
对，能有后半盘能有多少的目数上的一个增长，对，咱们让大家也判断判断。好的，我们看看这个后半盘，等一下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来说说这个后半盘怎么个收哈。嗯，看看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后半盘的水平能力，好不好？好，那呢咱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好，欢迎各位回来。嗯，现在到了这个官子阶段，白棋拖这个棋呢，多数是走这个。嗯，它实战也是这样。对，不吃它。哎，对对对，这个是对的啊。先走成这样之后呢，黑棋落得先手之后，他然后呢，在这儿埋下的伏兵，他就出击了，点一个。嗯，点一个这个棋呢是挺厉害的。如果你正面阻挡，比如说我要给你吃进来。这个棋它有棋的，它就靠在这里。你这个是必须冲吧？嗯，冲。那我再来，那我说再来，只有这个。对，挡不住了，已经。这个打这个。嗯。那么就黑棋跑。下面白棋不着怎么办了？白棋就有点头大了。这边就有吃回来，然后这边这个扳人家也能。对呀、啊，你下面主要封不两头啊，封不住了。嗯。你这门走已经都无可走了，你这个你看不能走了，走这、啊、这一拐，这吃的后门了。如果你说我好，我走这个，这个也不能走啊，这个走了这扳死了。这最强是这个，好，这个最强是这个，那他有招啊，他是走这个，你走什么？不，就简单，他走一个这个先手，对啊，再走这个，这就加死了。对，那我这儿独挡，我这儿这个就崩溃了。对。所以这个棋如果正面我就要捉你的话，这个棋啊，当黑棋这么一靠一冲啊，这就出棋了，就把他的中控给突破了。对，所以这个点白棋根本就拿不住黑棋。你这一靠一冲，这个棋就中间就全部溃退了。那你说这个之前你给他伏有这么个伏兵，那你前面肯定有点不对劲，白棋啊下的不对，所以说我说这个好像哪儿出问题了。走什么？他是走的粘上，因为这个不行，是吧？这个就不管走哪个。不管走哪个，这都不行了，都给收进来了，收进来了，是吧？这个就麻烦了，嗯。那么他是走的这个，粘上这个，是吧？粘上这个呢，他是想什么呢？给你了，这个就给你了。如果这样给的话，我倒觉得这白棋还有这个棋呢，这个倒是真有可能给他封进来。如果这样啊。这黑棋倒不见得行，这个叫真要你黑棋有招吗？陈友有没有招法？好像你也不好办，对不对？嗯。搬这个他能长，这里能冲过来，黑棋没有办法。你走这个他可能都补在外面了，这个黑棋可能不行。所以他粘这个。他不，他是这样的棋啊。这样的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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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冲，冲的话会被它夹住。这个时候黑棋，这个是不行的，它是走的这个棋，靠一个。哎，这个棋厉害，看见没有？断，它是冲被它一粘的不行的，它是断这个，断这个怎么厉害？如果你说我粘，它有这个棋，这个棋。对，他这个被人家分断了，这一长人家就算粘回去，你挡人家一冲，这边被分断了，是吧？你说这个是吧？是这样吧？要粘上，你这个连不回去。对了，你这个直接、啊、这不要冲，直接断就行了。这样，那个被吃掉那怎么能行呢、嗯？所以这个棋，他不敢粘这个。一断，强有力。这个棋断一个呢，让白棋有点头大，不知道走什么。首先你这个是不行的，被这一打一粘你就完了。那么你退让的话也很累啊，怎么办呢？他只能退让啊，他也没办法。只能退让？嗯。
因为他扛不住人家打了粘上。这个棋有点麻烦啊，有点麻烦。嗯，沈莹，我给你走一个别的，看看咱们行不行，探讨一下啊。看看这还有什么？我走这个。啊，您现在这个给你捣乱一下。这是先手吗？试一试，试一试，试一试。不要了。加，我看看。嗯。我这顶了冲，好像可以扛过去吧。你打我还长呢，嗯。假如说我现在就把您给分断了，对对对对对，您这个下边有棋吗？能活吗？我粘这个，来冲断这个，粘一个试一试。你有没有办法？我要如果我要冲那个，冲断，对。那我也只能先冲过来再说了。啊，好。这个先给你冲一下，对吧？我也只能这样了，能不能吃您这块棋啊？您觉得？能不能吃啊？这个棋啊，这个杀气谁气长啊？刘老师，我觉得你气不够长。啊，这个气不够长，嗯、是吧？不够长。哦，看看。一二三四五六，嗯，一，那个要死掉了。六好像也六气是吧？六气都是六气，白气不止差一气吧？应该不止差一气。哦，您粘这个这，不止差一气，应该不止差一气，就是这样。哦，那您靠的时候是不是黑棋就得跟着它硬啊？嗯，我就给你出出这个题，看看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棋就是一般是比较想捣乱的招法。不是捣乱，这个棋看你有什么办法没有？给你，我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嗯，您就是先冲，你就您就是想一会儿让我打了长啊，您能拐住，然后你反正你怎么硬吧，你先那个先得硬一手。你最强的是顶一个，顶这个。哎，对。那我觉得一会儿您走。我这个粘是先手，这个有个冲断，对啊，对不对？你最强的是这个。那粘先手。如果走这样的话，这个棋我就可能粘住这个。哎，是这样吧？嗯，不是，这样我还是可以走这个给您断掉，是不是？哦，这样啊，试试。能断不要不能，这样的话，你还能断否？天，嗯，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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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像断不断不容易断吧？这个不容易断，这样好像不行。哎，这棋也唬不着一下是吧？可以唬的，我硬你，也可以硬你，还可以硬你，没有。那这个棋您还行吗？就这样吧，看看吧。冲，我再。实际上你也唬不着了，嗯。我再冲的话。好像我又自己撞了一气，撞了一气。嗯，这样就是我那儿便宜了，要把这两个吃掉也是有这种可能的。那这样如果那我就全收住了。而这个呢，就是要求比较高，这个要求比较高。挡一飞呢也没敢这么下，先靠一个粘先手的话就敢粘，粘这个一个先手，粘如果粘这个先手就敢粘。靠一个，你还有别的？靠我来啊！你还有没有别的？这个棋看着有点脱离，有点，我是有点无理。是，对，我看着有点脱离主战场，但是怎么惩罚这种棋，大家也可以想想招。对，让大家想招。对，其实我就是挺怕这种捣乱。害怕哈。对，我就给你这方面出一个题看一看。嗯，哎，你有没有办法？啊，
对，这个其实陷阱就是在这儿，看看怎么能给他给破解了。对，这个不过讲起我们时间也有限，我们现在抓紧那个时候，这只是一个探讨的时候。对，这是您考试大家的一个题目，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您在这个自己啊看着我们，边看着我们天安围棋频道，您边自己拿小棋盘摆一摆，看看如果有能破解刘老这招的，您可以给我们留言，一会儿我再问刘老。好，你顶这个粘完这一粘的都全吃掉。挡一飞他没这么下啊，我们看挡一飞他是走的什么，他是退一个，哎，我那个轴这个退呢就退让了，因为你直接走不行，哎，被这个黑棋吃掉了，对吧？对，实战他是退一个被吃掉，黑棋这个地方呢被黑棋有所得，关键是走完之后他这个还有顶，还有你按理说是应该被他先手吃，你只能防一下，防一下这个也有点难受，以后虎一个也难受，结果他走的什么呢？他实战是飞的，实战是飞的，对吧？飞特别大，飞特别大，哎，好，这因为这个挡完之后，后保有，其实这个现在是有这个棋的，有这个棋，靠这一跳，哎，这有这个棋的，还能钻进来的，嗯。那么实战他走的什么呢？黑棋现在他没有这么下。他怕什么？他是补了吧？他补这个，补这个，为什么要补这个？太阳，因为有了这个飞之后啊，他这个地方有个靠，这个是要命啊。嗯，这一断，他这边这个眼泪不够。本来我可以吃这个，没有这个的话，没有飞，我你打吃粘上被他一挡，对，这个是黑棋是活的。嗯，现在多了一个是飞啊，这就不对了，等于是先手。黑棋补也是没办法的，对吧？这个是不是和刚才你数的那个35目是不是有所不同了？是啊，他先手飞到一下，这边就长了这么多目。这个飞是什么时候飞？就是现在飞的。对对对对对，这挺好，这个飞挺好啊。然后白棋这先手走了之后。他这个地方也要防一下吧。嗯，对，是这个很大，对，这个单走呢，他又有点难受，被虎一下也有点不舒服，这个形状不对。你是挡的话，这个地方以后还有一些收气的问题，所以干脆他就不补又受不了，不补是这个受不了。对啊，这还有这个搜刮白棋的，所以这个中间钻的白棋有难过的地方，他走这个，好。他干脆要大，他如果你不走的话，我下步这一扳也了不得。但是尽管您吃到这儿，他还是要顶进来。那没办法，那我就这个棋你进来的我不抓一个也好得多。嗯、哎，他是这么吃进来对吧？是他提掉，对。然后他粘上。粘上好，这个也可以。粘上呢，哪怕我就再补一个，宁可但是我多抓一个，我这儿也能进去不少。嗯。白棋这个收数应该说是对的，正确。这个应该是这样，虽然这个可能是最强，扣打肯定比拐好。嗯，下面该黑棋了。嗯，黑棋下面走的是什么？它是补了吧？我觉得。对，黑棋跳。这个棋为什么补这个？为什么补？首先呢。这地方不是。对，这是有个段，有一个段，这个段是简单收啊，就是大概会是这样，但是它可能还不断的，大概是这样。是吧？打了就哎，这是一个官子，他也有可能，因为你没补啊，他有可能在中间先钻你，这个也很讨厌，是不是啊？或者是狠一点，还有这个，直接进来了，那就害怕这个，也有这种可能性。哦，陈你说没有吗？有没有可能？我觉得这个挺狠的，我如果是我，有点担心人家从外面。这个是最狠的，风。嗯，你啊，人家的这些都不成立是吗？不是，你怎么走呢？你加我，如果破到这里，你有点难受啊。对啊，这个如果让我这样围，我这下面都是先手了，你最狠是这么封杀我，对对不对？封住，能不能吃掉您？如果你封我，那我还有这个。就说您转到下边来了吗？我觉得如果您只是想。把这个度过，
那就觉得太小了，是吧？对，我觉得您先送一个，然后这本来就有啊。有道理，有道理。那我就是，哎，这个是有可能是这样，他先，也许他要是我走的特别狠的话，先加一个。您先加他可能。那再走力，然后就选择这个了。他补一个呢是正当防卫，否则呢会你被他尖冲，哪怕尖冲这个也是很难过的，因为他这里面得有利用了。好，我们说这个啊。然后白棋呢，这个时候他是走的拐一个吧？他是虎的。那虎是先手，对，这因为下面已经走这个，否则这个打也是变得很大了啊。先手，这是他的权利，对不对？是这样吧？对，接下来这个白棋这手棋还真是巧手，收官的好手。好手。嗯、这时候您跳了，他对对对对对，这是陈英说的特别对，这是一个官子连贯的好手，是一个这是个基本功的好手。对，这个时候考验你。你如果退一个呢，你留一个吃的。上边就欠着。对，那我你这个不肯。嗯。现在的情况就是看你的选择。这一般的是人要选这个，选择我再来下边就被人家小打一个，你要提的话我就跳进去了，你也就粘。这个呢只是白棋的小便宜，但是这两个要交换，先走，否则你单班退完之后再断就不一样了。对，这再断人家就反正再断人家是要吃在这里了。走在这里呢，我以后要扣打；走在这里呢，你就损一点点，这只是个小问题啊，小小的官子，小手段。走成这样。然后，他是走的那个拐，对，拐一个。这个看的觉得不大，那个二二，但实际上呢也不小，因为什么呢？他有先手之嫌，走完之后有扳，关键还有个死活问题。对，我这点完了之后，他不见得马上点，也可能在上面虚一下，你让你去补你就难受了。这个就变成看着小，实际上这个官子也很大。对，这个拐不小也不小，对。他那个都不肯下去，还要拐这个，我就觉得现在那个下去是不是该考虑了？这个很大了。黑棋倒是拐完之后，他也可以跟自己自这那是那就是我就说那个就是价值不小了。他还没着急走这边，搬粘搬粘这个，搬粘大吗？这个搬粘，搬粘好飞一个，对不对？对，飞一个。我倒觉得搬粘飞哪个大都不知道，挡一个，这因为这个爬一个它太难受，这有断的问题。这个是，但是多走了一招棋之后，白棋它脱先了。本来你要白棋补一个，当然是这里有个哇，补一个那黑棋搬粘挺合适的，先手，但是它脱先了。它走的什么？它走的这个。对，爬一个。这个够凶，这个够凶。如果是我。我会考虑这个是不是第一感，先考虑这个，很想走。那我就肯定我就提了。对，再立下去。您立下来，我只有拐出来。对对对，我想是这样，我粘住。我就跟这个大部队联络吧，再长出来。对，这个时候下一步白棋我倒是要考虑一下了，也许这个吧，也许这个。那我也只能跟大部队连了。哎，对，大概是这样吧，我想啊。还得再走一个。那我觉得这么下去的嘛，时控还是便宜的。我想白棋可以走着走着，走完这个之后可以考虑怎么补法的问题了。白棋怎么补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不是白棋可以考虑这样。考虑一下我的这个建议。直接把它控穿下来。穿下来。第一杆我觉得应该打下去，不要爬了嘛，对吧？爬的干嘛？打下去这么走不是挺好吗？他没这么下，对，他是挡一飞没这么下。我的第一杆是要这么下的啊，他不下是什么道理啊？他走的是这个，当时他觉得这个是便宜很大，这个挡是冲。这个挡现在不是在，但是你走了这个棋的确是有。对，他觉得是不是这个地方有点有问题，是有先手位的，哪怕挡完再重爬一个都是有价值的，而且是不是你这面，
哦，这面可能还没问题，是有价值的。嗯，是有价值，这个棋，但是它没有，我觉得没有那个大。嗯，但是你走这个之后，黑棋是不是？黑棋也没在这边走。黑棋走什么？黑棋先冲一个，好，冲一个，这是在先手，他提掉，对不对？他补回来。粘上黑棋，他主要是走完之后还有眼位丰富之后，断也断不了了。现在，嗯，他都已经连得很好，这都已经补了，断不了了。然后黑棋又补回来了。补回来是刚才我说那个本身也有。也有价值的说法，本身也有价值，而且就算连爬也很大，是吧？走爬，但是他走完之后可能还要瞄着你的事情，瞄着什么呢？但是这个走完不走的话有问题，看见了吧？想断人家。对了，你只有打了吧？对，我粘上。然后，假如说他也粘上，对了，我这都是先手，看见吗？对，这是冲着这先手，我就断了，断了，断了。本来要没这个，那白棋简单补在这儿都行了。对，这个是冲不断的，这是虎口。现在呢，他有了这个，你补这个这儿啪啪给冲断了。嗯。所以呢，白棋也得补。所以这个棋是否大？有问题啊，这个棋本来黑棋这个就先手，你何必走这个呢？这个不大，那面大，这个白棋可能有点问题，我认为。被一粘，黑棋走的什么？黑棋补这个。对，白棋补一个。白棋补这个倒是被他补上了。你刚才说这个呢？对啊，他就可以粘到这儿了。对了，你现在这个断不行了，看打打打。打了一冲就行。对，他有这个棋，你看打这个棋很关键，否则被他双吃了。这个是相应的补，把这个断给补上了。对，补上了。当然，这个棋是又得木又补断是应该的。但是你这个棋是否大，值得怀疑，那面很大。现在黑棋该走什么了？黑棋就是把您特别想走的地儿给补了。非常大，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的棋，这个棋是该补的，早就是在瞄着那个往下打的，为什么迟迟不走？我不明白。现在这么一走啊，形势谁好真的有待研究。局势又拉近了，非常细微，非常近是吧？嗯，非常近了。刚才那个如果打下去有可能就不近了。哦，白棋目数就会好。我就喜欢这样，我干脆就打下去，形势就是一举就把距离拉开。不像那阿法狗老是给你半目一目，我因为我们这个心跳玩不起啊，我就想拉开，拉开之后就不用数目了，我就不用动那个脑筋了，就彻底只看棋不看目了，哎，因为我数目就怕数错，而且经常数错嘛，这是就是我们人这个共性，就是，哎，想简单，就这种单纯的想法。哎，这个棋呢被他一补呢，这个木啊就是且他数呢。现在我们看啊，实战他走的什么？他这一补，白棋走什么了？白棋把这个粘上，这个、太大了，太大了，这个太大了。这个你再数目，我数这个有多少？多少目？对，这个大概得有十目左右啊，十目左右，对，是吧？嗯，十目左右，嗯，这个是很大，嗯，这个很讨厌。哎，你这个主要还有这个扳呢，是吧？对。哎，你白棋、黑棋走完之后，我跟你说啊，还有一些不是单纯的木的问题，他有时候很讨厌，他说在这虚你啊，你讨厌不讨厌？是吧？哎，就还有讨厌的事情，还有未定因素，他就是十目左右，嗯，那不敢缺几分之几，但是是一个非常大的棋。粘上。粘上。那白棋对白棋来说是这个是也必强的，下面呢该黑棋了。黑棋出招了。黑棋这地方好。这个地方是一个胜负的关键。挖。特别关键。挖必然挖主要是瞄着上面瞄着下，本身呢是有一个阻断的棋，你是要提的对吧？要提。然后您一打吃。一打吃，它一断，这都是这实战是断的。啊。把这提劫是一个。打劫断，嗯，
哎，你说这个打吃，我倒觉得对的，应该可能单打吃不差，单打吃更简明。如果这样，我觉得这个单打吃你大概只能站，因为你走这个被我断了嘛，嗯，是吧？对，这活了下边，然后上面不对了，嗯，大概是这样。提，这一般就死了，对不对？你要立，我这个打住。哎，对，这样呢，你一提劫，那么白棋该就像实战一样，你该找着找个劫，嗯，哎，你一走，然后再一提，你打回来，那么。然后黑棋在这一点，这个棋呢，如果这么个进行的话，黑棋的胜的概率很高。黑棋啊，嗯，对，有赢的可能性很大。黑棋现在全盘都挺厚的，然后白棋这边的劫材还就是挺细，这个棋很细，啊，这个以后搬粘先手搬粘。这有个打，你的粘上是个六目棋，这就看中六目棋就完了。这你就拽着他打劫就完了。啊，争取就是把他给打回去，也不是要吃他。对对对，你这个一点他一粘你一吃这个，他且被他搜刮呢，他就累了。黑棋应该这么下，应该先打。那么实战，我们看实战啊，先打真的是这个胜负难料，我觉得先打这个胜负真的是难料。嗯，应该单打，但是他是走的这个打，这个也很厉害，这个也行，嗯，但是没有那个简明。现在其实是黑棋的几率挺高的，现在要说这个胜负。白棋在他这个时候出来的打击，这个没有，突然间那个，就这个地方，我说你要先走动手，不要去爬，那个在这个地方走后了之后，把这个隐患给它消除，这样呢，你的目数又领先，这个棋局你就行了。你现在通过你这个贪吃爬了一下，被他一粘，你还自己回防一下，落了一手棋，主战场被黑棋这个一走，你还在抢这个，这十目必抢了。我觉得黑棋然后一出击，这个棋就麻烦了。一直在预谋着这个，你看他一直都在走后，他是冲提啊。不用预谋，这个是必然的，没办法，我很大，就是你不走，你还能不让我走吗？嗯，这用不着，这是阳谋。然后他预谋着，这个白棋他可以补的，他一直都没补。补哪儿？嗯，就是这个挖断啊，这块。补那个当然是你让我补在这个这个去补这个，或者补这个。哪怕您补到这儿，那这个逆收这个也行。何必要去补那个呢？我是我那么补法，我都已经很难过了，我不要去补那，他就是不会去补他。你只要把打下去就行了，他的心气儿不是说去补的问题，要补黑棋就满意了，嗯。现在反正黑棋的话语权在黑棋这儿了啊，黑棋要出击了，断这个，嗯，然后是必然要吃，打吃，然后吃，那他也只有必然提，对，提劫，嗯，立一个也必然，否则你被他一扳，那是无忧劫了。先把自己做活，做活，然后打吃。先把你打进去，他先痛快了再说，你提是必然，对，然后黑棋是长的，这个不能不起，你如果粘上被他冲断也输了，被他这冲着吃了就输了，你只有这个必须要的提劫。这个棋呢你不能被我抓花太大了，现在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只能粘上好像。对，我这抓了您这块，对，抓了他本身没活了，对啊，这中间没有劫，可能都这个棋没有啊。这个时候啊，我想周日岩的心情觉得机会来了，嗯，或者说他觉得这么走有可能把他打爆了，把那个白棋，但是这个时候是个机会是什么呢？黑棋啊，应该不能错过的一个棋是这个点啊，继续就是追击他，那个是小，你提这个我就给你打这个劫，我先把这个要点走了之后呢，你整个先没活，嗯，这个要走上这个棋的话，黑棋应该说胜的概率我给觉得不是太差，赢的概率很高，嗯，因为你白棋你难受不难受，如果你走这个很难过，对啊，是吧，他肯定得提劫，提劫，那我就是该走什么就找劫走呗，一个一个走，这是个劫，以后就走劫就是了，但是这个要先强调，嗯，他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呢，黑棋贪吃了一下，
怎么贪吃？黑棋搬上面。搬了。他是想什么呢？他是想你这个不走，我这一跳是打劫，对不对？你如果走这个，好，我现在先这个，你就受不了了，这你受不了，对不对？然后你说我什么都听话，我忍了，那我忍在这儿，那你受得了吗？被搬一下谁受得了？那就是效率太高了。是。那就是说黑棋的劫财无限的好，那就是说搬的时候你或我只再忍声忍气吞声的走一个，这个就是，或者我再缩一个，这都是不可忍的，不可忍。他周志阳就是想让你屈辱一下，但是走这个，但是这个时候白棋提劫，对不对？白棋提劫，他这个时候找劫，找劫，好，他是粘上，他再提劫，对，啊，这个地方在这儿啊，我就是说这个呢过了，就是说。其实这个就已经很好了，这个呢就要求完美了，这个时候呢就过于急了，物极必反了，这个走了一个物极必反的棋，这个棋就要求你再忍耐，到这个时候呢白棋终于憋不住了，忍不了了，对，把这个长出来，这个是对了，这个太大了，太大了，这个是拼胜负的一步好棋，拼胜负只有它，如果你去忍，那就输定了，被他再一点，对，上下都便宜完了。其实这个都不用便宜，再就是点呢，先把这个交换了之后再说那个是最佳。你现在都又损了两个劫财之后，他不可能去忍了，他就干脆一长，直接长出来。那么黑棋就只有打劫了。对，他不可能是这个，这个嘛我没关系。或者这个都可以，对，人家活了，活了都没事儿。他是为了要吃他，哎，他是威胁你，结果你不惧，走这个，他就必然是这个。对，那就得看这个劫财够不够。这个也生了必然了吧？他是就是不能提，提了的话被他粘了，你再粘被他断了，输了。对，所以只有这个，只有这个，这个就狠了，玩狠了，这就打大劫了。对，打大劫。打脚上的生死劫，这个就是说看能不能一劫都打爆，如果劫财有利，这就看劫财了，但是这个棋啊黑棋还有一个变数，怎么说，在这个时候当点进来提这个时候的哈，是不是点这个他是先打，哎，我看啊，你看咱们重新看啊，是点的，你走这个，对不对？对，他是先打的，对，他先打的这个棋啊，这个棋有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先，也可以这样，也可以断这个。断。对，断这个。然后我也是提。对，对。这样的话，是粘上吗？把那个角吃掉，还是继续打劫？如果我想跟您打劫的话，那我提这个，对，然后就打这个劫。哦不，我跟你说，我还就干脆给你打劫吧，就别那个什么了，我这找一个劫财，找劫财就完了，找劫财，你走那个啊，我就可能找这个劫了吧，找这个劫，对，你就是说白棋要想解消那个棋啊，你就累一点，你解消我的话，我解消的话，我这一提不就解消了？可以啊，你提啊，给你提。然后您到时候这边，对，你提的话，我还是这个，然后你再吃啊。对，他这样吃回去，那反正他这边已经有，哎，对，这样黑棋便宜啊，黑棋便宜、啊、那边宜，哎，这样下来，这样黑棋这个选择呢，他不亏，不亏。这个还是一个选择，就是说，这个棋啊，等于这样的棋啊，我提，在这儿有一个黑棋，你是提的这个，这个时候黑棋有一个选择，不是黑棋没提，黑棋是打，我知道，这个时候等于是黑棋可以选择在这儿打，可以在这个地方打，打在这里，打这，对，你提这个，对不对？他找这个劫，那再打这个，这样打。这样打这个，就比放在这里啊，
这个呢就是白棋打赢了，是白棋就把它粘住了，哦，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呀、啊、你粘上的话，这个里面不一样，这个字放在这里、啊、比在这里好。哎，但是他想着是不是差一个，先差一个劫财啊，那他先吃，然后提示白棋要找劫、不一样的，也是那个，他是实战是他先吃嘛，您提他提，然后是白棋找劫。对对对对对对，您要走到这的话是黑棋找劫，他就打那个差一枚劫财，差一枚劫财是吧？对啊，嗯，可能黑棋是想把白棋打爆、这个、打爆，那么有断这个变化啊。那么我们看实战，看实战啊，实战是恰打点，他走这个恰打啊、哦、这个是很精彩的一个变化，然后提劫。对，好，他再提，该白棋找劫，该白棋找劫了。对，现在等于说是白棋要去找劫，白棋找劫，白棋靠这个，这个是必然硬的，不然被这个白棋转换把那个角吃了，这个大。对，而走的这个是吧，然后白棋提劫。对，黑棋是不是冲一个？嗯，冲一个，冲一个，眼见的劫财必然是要粘上的，没问题，走这个。然后黑棋再找劫，黑棋找什么劫呢？找了这个扑劫了吧。嗯，白棋扑一个这个扑，他把那角吃，被这个抓了不赢。对啊，就是说黑棋不赢，那个角你看是那么大，但是这个那二十目，这个也不止二十多目、嗯、这个也不止二十多目，这个要输那样。对，这个所以要，这没办法，要硬，要硬提劫。然后黑棋找什么劫呢？冲，冲这个是劫，冲。嗯，不能这个被顺下来，这要挡住。但是这个冲啊，这一气损得很大。对，这个以后本来这一气没有的话是、啊、这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之后，以后这个被扑完走完一般，对，这收官有一个软儿，哎，扑完这一般你这个里边会软很多。嗯，哎，这个其实损的。嗯，好，这个现在是黑棋提了对吧，该白棋找劫了。白棋圆，白这圆一个。嗯，圆一个，这两个稍损了，还这个劫稍稍损，但是还不是致命的啊。这个没有，这个黑棋也白棋也只有这样了。现在这个都不是劫了，这个因为它肯定会粘上了，小了、啊。那么它就这个了。对，铺这个。铺这个，它就把那个粘上了。啊。这个棋呢，这个通过这个打劫，白棋黑棋损不少。黑棋损不少。是啊，这白棋本来它没什么目的。现在多少目了？现在这个二四六八九十损目了。对啊，这个损目了。嗯，本来你是黑棋的白棋的忙活着提了再粘再粘，现在这个等于是两几手换一手就完了，他就这个亏不少黑棋。嗯，但是呢黑棋换到这个如果打爆也不少，如果也行也行，但是有个利，你说这个是不够的，便宜这几目是不够的、这个、然后再你提这个他提这个不够、嗯、所以呢这个要立也是必然的，白棋挡这个，然后又打换一个劫了。对，换到这里了，他把这个提断一个。对，这是他本身劫，这个得硬。如果我这提这个被这个可能不行，这个角也大，这个十多目，这个角也十几目了，不行，这个、是要吃他的，不行，还得不能让他有一个本，这造成了白棋脚上一个本身劫，给黑棋啊，黑棋脚上被他一断，白棋有个本身劫，但是你这个断是个有个劫啊。早知道先找这边那些，先别冲这个找劫。哪个？你说先找这个，这个不冲啊？啊，先不冲。那也一样了，也没有什么。不是啊，那我现在我是不是可以打这个劫、哦？打这个劫了啊、哦？对，那他这个也是劫。嗯。现在还是不行啊。他如果走这个呢？断呢，是吧？不是，您是昏招啊？昏吗？好像，您看呢？啊，这个就给他了是吧？对啊，我就算了。就算了。对，我就这样了。我这个不都便宜这么多了？肯吗？肯。肯呢？啊。你还可以这样。对啊。先打这个也行，打这个。打这个我还怕您立呢，就这样，对，啃吗？这样啃啊。嗯。然后呢？我就打吃啊。打吃我粘上，便宜吗？我再补回去。补回去。这个不敢粘到这儿吧？
一二三四，哎，好像还真敢。嗯，是吧？我觉得啊，你不是不见得一定这个，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啊，是你就硬一个。他提的时候，你这儿还有个劫，是不是？还有一枚劫财。嗯，是倒是，是吧？但是我总觉得捡到您勺了。哎，也不见得是勺子，不见得、啊。你这样过去是不是还不如这个？这活脚活大脚。那这个它肯定硬啊。对，那再提啊，那不是你没有劫财吗？您觉得我没有劫吗？嗯。哇，这个劫啊！哇，这个。这只要打赢了就行啊。哦，这是一个这个比较实战的，那我就干脆度过了。那当然那个是损劫哦。对啊，是肯定是损劫，是吧？嗯。比较硬，这个是挺硬的。对，这肯定是劫，这边是没有劫的吧？没有劫，这边没有劫，那边没有劫。嗯，那个是比较硬朗的。看来我那个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是吧？嗯，那我再说一个啊。那我如果提了，是吧？提了，对不对？嗯。你把我这个提掉，是吧？嗯。这该我找劫了。嗯。我有没有更狠的劫？这个是不是劫财呢？这个，那把那个提了，对吧？嗯。哎。你把这个我这个吃了，对吧？对。这个吃掉，把这个吃掉。嗯。那么我把这个是不是走这个你要死啊？我怎么觉得这块棋哪个大？这个大吧，是吧？有可能粘上吗？这我不是活了吗？啊，这个走不着。走不着，陈星活了，你活了，我跟你说，你活了，你活了，你活了，走这个，你这把这个吃掉，我这回不了家，你这儿有个先手，啊，我上面还有个眼，哎，对，活了，这样活了，那个不是劫，哦，这不是劫，是吧？对，这儿因为它不是一个那个什么，嗯，软儿有个戟，对，你这个能先手，对，这个先手就不行了，你先手你可以做这个了，嗯，活了，活起。看那个不是劫的话，那就啊，那我这个呢？我这个不行啊，这个只能吃这个，我有点不忍心呐、啊。是否不忍心？哎、嗯，我如果走这个，就现在就这样，你能活吗，陈英？我怎么觉得你没活呀？被考试，我 想被考试，好像没有活。嗯，只有冲这个。等一下。好，等。我这个都这个时候小尖您就粘上了、哎、对，这只有冲，只有冲，这样是看来那还是个劫，那面你铺完，因为你铺了之后是个劫，对吧？嗯，还是不这个劫有点问题，它这个不行。好，我们看实战、哦、啊，这个棋我怎么觉得还是他实战他就这个给党一飞，还是这个周瑞阳实在有机会，应该就是这个时候。现在走什么了？他点一个找劫，这个没有断，点一个。对，他让了，他粘上了。他现在就把目标又换了，走这个了。我看他其实能粘住这个，那是还有劫。他是走这个，把白棋粘住，嗯，是吧？这黑棋亏了，这黑棋亏了。不是，黑棋现在想屠龙。对，屠龙他提劫，对不对？嗯、提劫。哇，这个全盘无劫了。你现在整个全盘，你看哪儿是劫、啊？这断不是这过吃拐一个，嗯，他再提，他就中间走一个也没事。这个吃这个龙已经吃不着了，打那个劫就断了。他走这个了，想、嗯、白棋把这个粘上了。对，好，这个棋这打了一圈劫，好像所得提劫。对，打吃粘上，粘上，这个是黑棋便宜的啊，它粘上，对，粘上这个走这个，转一圈核算一下，谁便宜？那我觉得肯定是白棋便宜了呀。等于是这样，这个棋啊，原来你点它能走这个，
白棋损的就是这个长了给你粘上，本来你点它也得粘。那黑棋这里边，但是黑棋这里面你送了，亏了。对啊，而且转一圈这边等于您还撞了一气。哎，撞了一气，你这个也亏了，这一气撞了也挺大，也是亏的，是亏的，这个是亏了。本来要是这个没有一气啊，你比如说，哎，这都唬住了，现在走了这个你不行，你再走这个，被他这一冲，你再一退。亏了，对呀、啊，这个棋呢，周瑞阳这个地方是，从那个打劫啊，他关键的就是不要去搬那个，不要去搬，直接点，直接就 点，对，那个是一个关键，就是什么事情啊，不要达到极致，你非要便宜到极致，因为你没有那个实力，你的劫财不够有限，那个时候你判断错误形势了。你要非要极致的要便宜，那就最后被他奋起一长，这个局势变化了。这是先手，是吧？然后小尖，这中将围控啊，比较难了。开始收控。哦，那个他不提，提了他还怕中央这个以后有个家是吧？啊。但是他这个棋，他还是能不是你这个分不断他，你走什么？你走这个，他这一万一般都回家，这一般就回家了，是吧？这面都没有，这都是回家的，两头都是那个什么，你只能是往回防。他是走什么？走这个顶一个。你看他还往前呢。他从这边也不，他是走的这个是吧？走这个，因为这个棋你冲不断了是吧？这断不了。双打。对，所以这之前这个断非常好。对。哎。这个棋被他一跳，两头被他都有回家，这个棋就围控，你知道还有个打穿吗？他在一长，这个棋两头回家，你看啊，你如果搬，那么他这个侯也先手，你若你走这个，他一双，这是回家的联络型，回不了家，就是吃不了他。对，他挡上这个棋就应该走掉之后两头都吃不掉，你看他这个走这个，这等于是回不了了。你走这个我就猴就渴了。对，回家了。有冲这边。哎，你就一走那个我就一双就行了。你走这个我冲回来，你走这个我还有顶先手是吧？对。不是，就你走这个我就冲进来就行，这个棋就应该走掉。然后他是走的什么？他就收官啊。收官好。然后再搬。搬，粘住。这就以全盘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了，把这个走掉啊。对，他把这个双住是吧？那么打吃粘住，然后搬这个，搬这个大。黑棋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棋了吧？黑棋把这个逆收。哦，这个是有一个爬的逆收。哦，断一个先手。爬那个甲，爬这个大，这个也大。好，黑棋中间走了一个。哦，他双一个给他吃，这两个能够夹死了。是吧？这夹死了。对。是这样吃的吧？对。那么他这个爬一个先手，官子的，看你补哪儿。他走这个。然后上面打吃。打吃。冲一下。粘住。冲一下，你再个走这个，他把这个立掉。对。四目棋。啊。这个就。